四年了。画面又多了几秒，就是这里哥哥不值钱的笑，终于知道他说了什么。卡不到点就能笑得这么开心，开心的都要溢出屏幕了。你们看啊，这才是当时排练好的顺序。我是在这里先开始唱歌，看怎么来了。排练的是哥哥唱第一句时，弟弟升上来，走过去唱第二句。然而那天一句 Love 战，哥哥兴奋的自己改了流程。所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请出王一博。